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 DNH 传媒控股向今天到场的各位领导、嘉宾、同仁们、各界朋友们和媒体的朋友们，各位朋友们，欢迎你们，对你们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。中国当红的著名主持人呢，他可是一位跨界的名角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他是主持界里面五子棋下的最好的，下五子棋里面演戏最好的，在演戏界里做饭做得最好的，在美食界里主持最好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众望所归，将与名姐那位当面的谈天聊话。那么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那小嘴将带给我们的诙谐与幽默。好的，接下来让我们隆重的请出今天我们的另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主持们，总策划、总导演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美丽大方、激情四射的美女主持人刘娜。这么一个机会啊，一方面啊是这个娜姐来访，另一方面有这么多的新朋友、老朋友、好朋友，我知道大家都非常迫不及待的想看到我们的娜姐演出，当然我这是想来看我的啊，谢谢。开个玩笑，实际上是来看我们这边的两位美女。啊，是这么回事啊？顺道看一下你们。可以，这个可以聊。麻烦你们能在门口开吗？可以吗？啊，谢谢谢谢。显得你比较隆重嘛。对。其实这是开个玩笑，重点呢是要表现一下。对大家的光临呢，表示特别的感谢啊！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。所以在这个机会的话呢，我跟大家呢简单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朋友们：刘江波主任和李思宁领事，欢迎欢迎。一会儿呢，方式改革的方式，哦，改革方式。我觉得咱们能用那一个你这个方式作为一个欢迎的方式，显示我们多多大家的热情。哎，你注意好，这注意好。听到没有？我们用满足的方式表示一下欢迎，哎，满足怎么欢迎啊？那我们在台上呢，就行满足礼呗。像我跟满足礼啊，就是公安呗。啊、叫什么？墩儿啊，应该是我们用正常话的发展话说，墩儿啊。墩儿来的。是的。什么意思？咱做一下。现学一下啊，先学一下。对，咱们要表达一下多个朋友这种热情啊。我可不可以从这边？因为我怕把这边走光了。好，行，可以吗？啊，有点耽误。不是那也叶科那拿是是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没问题。那行，咱记住啊，一会儿那爷进来，咱们用满洲的老语来一个，叫做那爷半壶鸡汤，好吧？那个大家都记住了没有啊？学会就是动作不用做，然后大家可以齐声一起，哎，咱们一起喊那爷半壶鸡汤，好不好？好，能配对一下吗？好，一起来。大爷万福金安，哦，大爷咱们给您请安了。哎呦，对，一看臣妾这辈子做了
我一个职业主持人，我在里面站了整整30分钟，我想你们就做一个 opening， 一个说两句差不行吗？不是表